如何才能像吴亦凡一样帅气出街，拍出潮流大片？你只缺一样东西，那就是气场颜值 up 到顶的墨镜本镜。快来同步 get 专属吴亦凡的墨镜潮流守则吧。守则一：搭配墨镜随心踩，放肆大胆秀出来。This is your boy Chris Wu. What up? 眼中的彩色世界是不是更加出众呢 ？I'm not really a huge fan of like sunglasses.But I like glasses where like they have color and it adds that little extra swag. 守则二：花样佩戴放肆帅，多样佩戴方法玩转墨镜潮流。你说你特别喜欢墨镜，你有多少副算过吗？哇，那最起码也有一两百副吧。我就是我觉得一个是就是确实是比较酷啊，第二个就是也是确实是比较有安全感啊，就是像我现在这样的就比较有安全感。墨镜要这样哦，要稍稍往下，就是永远我看的世界是两个，一黑一白，一半一半就还好。我一般都是这样戴的，那我这样戴其实没什么安全感的，完全就是为了造型而已，就是为了酷。走一波兄弟，一起，我们都顾不得讲道理 ，Only Only， 那我的破从来都暴力。卡在头顶上，挂在项链里，一副不够戴两副。想怎么戴就怎么戴，吴亦凡的墨镜潮流守则你 get 了吗？穿戴墨镜干嘛？耍帅帅。好的 ，OK， 非常完美。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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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爱奇艺悦享品质。